实在就是 SUM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今天为你介绍的是2016年马自达35门顶级款，它在售价是76万6。那它原厂是搭载一具6速手自排变速箱，那马力是165匹，扭力是21.4公斤米。那前面是可以看到是 HID 原厂的 HID 头灯，跟 LED 的日行灯，还有原厂18寸铝圈。等一下带大家环绕一下。带大家看一下内装。那这台有免钥匙开门，钥匙开门按一下就可以开门了。那我们进，那我这台是实跑66万6公里程，66里程。对，那还有多功能的方向盘，还有定速功能。那它左边有它的循迹防滑，还有胎压侦测、动态稳定系统，那原厂的影音，有地图，然后蓝牙手机、蓝牙音乐、收音机等，然后还有一个是旅程电脑，它的油耗显示跟维修保养。那我们看下面是独立的双区恒温空调。那中间就是它控制前面影音的功能键。那这边是大小声。那我们这台车都有做认证。再来是全车原版件，全车原版件。那里程的部分我们有做保证的。那还有电折，那带大家看一下它的后座。它的后座空间其实表现蛮好的。那前车主后座可能没什么在载人，它的后座皮革都蛮新的，对，后座不错。那带大家看一下后车厢空间，那后车厢空间是还有一个64分米的座椅。那不倾倒的话，它的空间是314公升。对，那如果两个都倾倒的话，那是1222公升，空间算大。那这台是2016年啊，自打35门顶级款，那售价是76万6。实在就是 SUM。